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缘在这里向大家来做汇报。不知道旁边可以看得到这个分享的一个主题吗？看得到。看得到，好，谢谢。我们的主题是移民极乐世界的签证，浅谈净宗的信愿行。老和尚跟我们讲，你要是想我，你就念阿弥陀佛，我也念佛，我们心心就相应的。那么老和尚要我们念佛，念佛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往生极乐世界，生死大事就解决了。生死大事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智慧的人，他不是只看待这一生，他把自己下一生都有把握。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贫民窟里面，这个环境又脏又乱，治安也不好，常常有抢劫的事件，甚至有杀人的事件，那么你住在这个地方啊，你会不会快乐啊？会不会称心如意？如果你有选择，有另外一个地方，环境很整洁，生活很舒适，而且治安很好，文化程度又高，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地方来作为你的住处呢？那这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做五浊恶世，是一个浊恶的世界。在《法华经》里面讲三界无安，三界不安，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怖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各种的苦。那么就像贫民窟一样，如果说有一个世界没有种种的苦，一切都是乐，那么你会选择住在哪一个世界呢？用前面那个例子我们希望离开污浊的一个环境，希望生活在一个清净文明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再看到我们这世界就像前面的这个贫民窟一样，极乐世界就是一个文化程度文明程度很高的一个地方。那相信让我们来选择，我们都会希望能够移居到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也说，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我们跟德行高尚的人相处，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不选择居住在德行好的人这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能算是很明智呢？所以相信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人，我们都会希望能够移民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移民我们说在世间移民你要办签证
到极乐世界你要办签证。那么这个签证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修行净土法门有信愿行三资粮，这个就是我们移民的签证。那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就是我们这个信愿行怎么样来做。在信的方面呢，我们分两个部分跟大家来报告。第一个，要相信自己，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相信念佛成佛，这个念佛成佛呢，不是以后才成佛，而是念佛的当下，这一念心就是佛。第二个，我们要信佛，相信阿弥陀佛他的大愿接引我们，相信极乐世界，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十方诸佛所赞叹的。所以信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做汇报。在愿的方面呢，我们也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厌离娑婆，如果对这个世界你放不下，你就不可能往生。所以我们能够放下这个世间，这个是最主重要的条件。第二个，要先求极乐，我们要了解极乐世界非常非常的殊胜。我们只去极乐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去。如果临终的时候有天堂的境界现前，或者他方净土的境界现前，你会不会心动？如果你对极乐世界不够了解，你一看哎呀，这个地方这么殊胜那你可能就选择投身到其他地方去的，你不一定就坚决的要去极乐世界，那你就往生不了极乐世界。所以心求极乐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行的方面呢，我们也分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第一个叫正行，我们的正行就是持名念佛。除了正行之外，还有住行。住行简单的讲就是断恶修善。所以正行跟住行两方面都需要修，这个叫正住双修。所以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取得移民极乐世界的签证，信愿行。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可能有不少人呢对自己没有信心呢，觉得我业障深重我念佛能有效吗？我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吗？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呢，那真的要往生会很困难。所以偶益大师注解《阿弥陀经》讲六种信，第一个就是相信自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老和尚跟我们讲，净土法门跟基督教有什么差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净土法门讲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念佛的这一念心就是佛。我们现在起的是妄心，但是这个妄心呢，是真心起迷惑的作用。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只是说我们现在的佛性迷惑掉了。虽然迷惑，
它起的作用还是非常的强大啊。所以在佛教里面讲啊，十法界啊，一心所造啊。啊，我们这个图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十法界啊。那么这个十法界呢，怎么来的？大家看到中间啊，这十法界啊，都是我们的心造成的。如果你的嗔心很强，那么就会导致你啊投生到地狱。地狱在哪里？地狱怎么来的？地狱啊，是我们的心变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心能力很强啊，它能够变出地狱，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自己在这个地狱里面受苦啊。地狱啊，不是外来的，都是心变的啊。如果我们贪心很强，它就变现出恶鬼，就让我们投生到我们自己心所变的这个恶鬼道去。如果我们愚痴心很强，就跟畜生道相应，心就会变出畜生道。如果我们修下品的十善，那么就能够现出阿修罗道。中品的十善就现出人道，上品的十善就现出天道。如果我们修四谛，那么就跟声闻法界相应，就现出声闻。如果修十二因缘，就现出圆觉的法界，就成就辟支佛。如果我们修六度，那么所现的就是菩萨法界，变现出菩萨。如果我们念佛呢，念佛跟哪一个法界相应呢？只有跟佛法界相应啊。所以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彻悟大师他讲啊，我们不起念头则已，你只要起一个念头，它一定是落在十法界当中的一个法界。如果你不落在佛法界，就会落在其他九个法界。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不跟四种圣人法界相应，我们就会跟六种凡夫法界相应。所以我们要去哪里，就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这一天当中，我们什么念头起得多，那你就可以知道啊，将来你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念佛是跟最高的法界佛法界相应啊。那么念佛什么时候成佛呢？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他讲，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我们心想着佛的时候啊，你这个心呢就有佛的相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这个心念佛，当下这个心就是佛。所以我们千万啊不要小看自己念佛的这个心啊。我们以为啊这个心呢就是凡夫心，事实上不是啊。你只要是老实念佛，
你念佛的时候心里有阿弥陀佛，那么你当下这个心就是佛，当下这个心就成佛，就是佛的心。那当然问题在于你能不能保持住这一念念佛的心呢？你能够保持多久，这个是问题不要说我念了几声佛那么这几念呢是佛，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起了烦恼，起了妄念了，那当然你的心呢又落到其他法界去了，就没有在佛法界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非常非常的关键老和尚也跟我们讲这个就是净土法门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禅宗的祖师就讲你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因为你不敢承担，你不敢承担说你当下这一念心是佛，所以我们真正信相信自己，就是我们要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们念佛的这一念心就是佛，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让这个净念相续不断，这样子呢叫做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就是我们暗中呢已经跟佛的智慧相通了念佛这一念心就是佛它已经跟佛相通只是说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要真正明白的这个道理呢你必须是大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时候呢你就不是浅通佛智，你是显通佛智，因为你很清楚你的真心你的佛性，我们没有开悟也能够做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念的是佛我们虽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念佛，我们就是一直在做佛暗中就合乎这个道妙，这个道就是菩提，就是觉悟早期的翻译用中国现有的字这个道来翻译这个菩提。那么我们念佛呢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是以阿弥陀佛佛果的这个觉悟拿来做我们因地修行的心念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最快速的修行方式你只要保持念念念佛，你念念的都是在做佛，就具备佛果地上的所有的功德有一句话也叫因该果海果彻因缘，我们因地修行的心呢就涵盖如来果地的功德海佛果地的功德就是含摄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把他的果地功德来做我们因地修行的心所以因果它是互相贯彻的，因果是同时的，这个是不可思议所以净土法门就是不可思议法门，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这一念心老实念佛，这一念心相应这一念心就是佛，你如果能够念念相应念念都是佛，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我们自己有佛性，而且我们念佛的这一念心当下就是佛就看你愿不愿意念念都做佛，如果
你能够很认真的来念佛，这是最快觉悟的方式。关于信的方面，第二就是要信佛，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愿接引我们，我们要相信释迦如来绝对不会骗我们，佛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他说西方有极乐世界，那这个就是真实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个也是真实不虚的。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庄严，这个完全都是真实，只是我们凡夫的知见呢，未必我们能够理解所以说这是难信之法。有的人看到无量寿经把极乐世界讲得这么好，他会觉得很难相信，觉得这是不是天荒夜谭呢？还是佛是在讲预言，不是真实的。事实上呢，这个只是说我们的境界达不到那里。老和尚跟我们讲极乐世界是高科技的地方。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做比方，比如说两三百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人呢可以在天上飞行，而且是一群人呢都在天上飞，你坐船呢要三四个月才能到的地方呢，你从天上过去一天就到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你说这个是天荒夜谭呢，怎么可能人可以在天上飞呢？怎么可能那么远的地方你一天就能到呢？但是现在科技发达，这个就变成很平常就是坐飞机你一天呢就可以你甚至游全世界都可以。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智慧达不到那里，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去否定呢，就好像古人呢他否定有这种飞机的这种可能性。那极乐世界的科技呢比我们这个世界高出太多太多了。所以它都是事实。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只要符合佛的愿，我们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相信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是真实不虚。在《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愿最重要的是第十八愿的临终接引愿，这里面讲阿弥陀佛他如果作佛，十方众生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发菩提心，就是你发心要成佛度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大家知道六波罗蜜所谓的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什么地方修六度呢？老和尚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来修六度不管你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哪怕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每天都可以修六度你在布施你的家人你做事情都按照规矩，你是在持戒你很有耐性这就是忍辱，你很认真做，这个就是精进
你专心一意的做，这个就是禅定。你做的很有智慧啊，这个就是般若。所以任何时候啊都可以修六度啊。然后以这个善根回向啊，希望啊升到极乐世界啊。然后要一心来念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昼夜不断的。在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跟这个莲池海会啊这些菩萨来迎接你。你不知道怎么去极乐世界，他有专车接引，阿弥陀佛亲自来引，一刹那间就升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很难成就？主要原因就是退转，你一转世投胎就迷掉了，你要修行要从头开始，那这个就很难成就。所以我们了解佛的愿都成就了，我们只要具足信愿行这三资粮，临终的时候你保持正念念佛，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我们对这个要有绝对的信心。接下来讲到愿我们可能会了解我们助念的人很多但是呢能够顺利往生的人不多。为什么不能往生呢？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愿上面出问题了。到了临终的时候，他不想往生极乐世界，他放不下这个世界放不下他的亲人，放不下他的事业放不下他的身体，种种放不下。你只要对于这个世界还有一丝的牵挂，你就不可能往生因为你还不想走，你的心还想留在这个世界。所以说这个厌离娑婆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哪怕有一丝毫的留恋在，我们就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能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能够放得下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是玩真的我们说要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说假的那我们在这个愿上面呢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个是关键。善导大师讲渐渐鸡皮鹤发我们看到鸡的皮肤都是很粗糙的白鹤它是白色的，就是你头发变白了这个就是形容老态那走路呢行不隆中走路也不利索也很辛苦，这个就讲老的苦假老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让你再有钱呢，你也没有办法避免自己老，自己身体器官退化身体变衰弱所以这个就是人生都必须经历的苦任你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最大的苦呢就是死苦这里的无常就是指死不管你在这个世间上过得多好，终有一天你要死，就是所有一切你都必须要抛下所以我们要预作准备
不要想说啊，这个死亡啊离我还很远，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死亡随时可能到来。如果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远了，那我们是很懈怠的人，是很放纵自己的人。唯有静怒修行，淡念阿弥陀佛，怎么样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那么唯一一条直截了当的路，这个捷径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对于这个世间不要有留恋，不然的话你是生不了极乐世界。古大德他讲这一句话，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朝穿不穿。你要睡觉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袜子脱掉，上床睡觉。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明天早上还能够醒过来呢？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死亡会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来临。这个就是古人他这个观无常。我们有这种无常的概念我们就不敢放纵自己。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培养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怎么样培养？我们什么时候要求生呢？是不是要等到我们临终那一天我才来发愿求往生那一天才决定我要往生？如果是这样的，那就太危险了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那么一种练习的方式呢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来练习我们死亡呢这是大死，睡眠呢就是小死如果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我现在就是临终，我现在就是念佛要求往生我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如果来我就跟他去了这个利用睡眠的时候来做练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念佛越念越精神他就会开始担心那我这样睡不着觉我明天没有精神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你只要专心的念佛，不用很久，你就会睡着。如果你胡思乱想呢，那当然睡不着很正常因为你不专心念佛。如果你专心念佛那么这个精神好，它会保持一段时间然后你就会安稳的入睡而且呢，如果你经常这样子做。你入睡的时间会越来越短这个是一个经验之谈就是说你已经习惯了你只要要睡觉你都把它当作是临终没有人帮你助念你就自己念佛或者你旁边开念佛机小声的念你就跟着念就当作临终来做练习这时候你就要万缘放下你不要想着我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做这个练习如果你每天睡觉呢都当作临终来想来练习那这个对你这种愿心呢很有帮助那有的人就会想那如果我存着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来了我就跟他走那我如果真的走了那怎么办呢我还很多事情要做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你寿命还没到即使阿弥陀佛来他也不会带你走因为你寿命还没到但是呢
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存着我当下就可以放下万缘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这个就是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这样子才会安全。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准备好要往生，你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呢？你知道你能够活多久吗？有的人身体很健康，但是走在路上倒下去了，心脏病发作就走了，也不是七老八十才会走，三四十岁也有走的，也有十几岁的人走，也有儿童他就走了。所以我们要有警惕心，无常随时可能来临，而且现在天灾人祸很厉害，你没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灾祸降临在你头上，大祸临头，你不知道你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就发生了空难，你也不知道你坐车的时候会不会发生车祸，甚至你路上走的时候会不会就遭遇到不幸。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做好往生的准备，这个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存心。如果你寿命还没到，阿弥陀佛就会把你留在这个世间去完成你的任务。如果你寿命到了，即使你不想走也不可能，你也一定就会没命的。所以我们有愿离娑婆，随时做好往生的这种准备，这个是最好的。而且你以这个心来念佛，你当下念佛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当下出现了，我就马上跟他走。那么你这一念心呢，就具足信愿行三种资粮都具足了。古德很重视对无常的观想，所以有大德他讲腊月三十到来，管取你手忙脚乱。腊月三十就是比喻临终，如果我们平时不用功，平时没有做好准备，临终突然来临了，你就会手忙脚乱了。为什么你会手忙脚乱？因为你还没准备好你还没有想要往生，你还没有准备好问题呢，这个死亡不会跟你打商量，他也不会提前通知你的，他该来的时候就来了，黑白无常就把你带走了，你就手忙脚乱了，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真正的愿呢，就是随时做好往生的准备，因为你不知道死亡何时来，他可能今晚就来，可能下一秒钟他就来，所以我们要随时做好往生的准备。谁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一生根熟的众生，往生的根基成熟。什么样是根熟的众生？就是你一心要求往生，你并不求着要在这世间要活久一点，这个才是真正根属的，你已经准备好要往生极乐世界虽然你不求长生，只要你有长生的福报，你还是会活得很久，还是会长生的。你不要以为我求往生不求生，那我就会短命，不是这样的。我们眼前呢这个海贤老和尚就是一个例子他见过阿弥陀佛很多次每次求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阿弥陀佛还是把他留在这世间他最终活到112岁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求往生会不会我就短命不会你该活多长寿你还是活多长寿但是你存着要往生的心
就是做好准备啊，万一你这一刻寿命终了，你这一刻马上就往生了，哦，所以这个比什么都还要重要。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心求极乐啊。也许你在世间啊，功德做得很大啊，天堂也有你的份啊，啊，可能其他他方国土啊，净土也有你的份的，在你临终的时候都现出来了，那你要去哪里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啊，我们只去极乐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去。在偶益大师净土实要里面呢，他有做比较啊，做对比啊，这个也是呢帮助我们啊能够啊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出生的苦，出生的时候有多苦啊我们已经不记得了啊，但是呢它是非常的苦啊，啊从医学上讲啊，啊那就是太苦太苦啊，你的头啊要经过母亲的产道啊，啊那承受的压力啊是很大很大的啊，啊小孩婴儿啊他的头盖骨啊还没有密缝起来啊，他是可动的，有的人出生出来呢他两边的头盖骨啊互相重叠了，因为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让他骨头啊互相啊重叠在一起。哦，我们在母亲啊子宫里面的时候啊，我们不用自己呼吸啊，我们旁边啊都是羊水啊，所以我们的肺部呢是组织是缩成一团的。你一生出来啊，就像吹气球一样啊，你的肺部组织一下子要膨胀起来，那是非常痛苦啊。吹气球你不感觉到苦啊。但是你身体里面的组织啊，你有神经感受啊，其实是很痛苦的。在母亲啊胎中的时候啊，旁边有羊水啊，很滋润的环境把你保护起来。你一生出来啊，接触到干燥的空气啊，就好像一条鱼啊，从水中拿出来把它放在岸上一样啊，你全身啊就像被刀割一样啊，是很苦的啊。这种出生的苦啊，有人说啊，能够让你遗忘啊你过去生的事情，这么苦，但是呢，我们还不想往生啊，我们还生生世世啊，都还要来受啊这种出生的苦啊，你看呢，多么可怜啊，而且出生的地方啊，也是臭秽不净啊。不是像极乐世界啊，我们是化身不是胎生，你不用受啊这个坐胎的苦出胎的苦啊，而且啊出生是在莲花，它是微妙相结的莲花，所以出生的地方呢就是很清净啊，但是没有出生的苦这一条啊已经足够啊让我们啊要心求极乐啊，更何况极乐世界没有老的苦啊，你永远都是年轻啊，永远啊体力啊脑力啊处在最佳状态啊，你也不会生病啊，永远健康啊，金刚不坏之身啊，然后呢你是无量的寿命啊，你可以继续修行啊，修行不会中断啊，那这些呢都是啊极乐世界非常非常殊胜的地方啊，我们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那可能呢，有的人呢，他会跟某些愿呢相应啊。那我就听过有居士啊，他在修行的时候啊，他就感应到他的过去生，他就发现啊，自己过去好几生都是做女人的，然后都是很辛苦很辛苦。这个在这个生死轮回啊真的是很苦啊，那么做女子呢可能啊比男子又要更苦啊，所以啊他最啊这个向往极乐世界有一条啊就是没有女人啊，国无女人啊，他觉得啊不用再做女人呢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愿呢就是最相应的，对他最有吸引力。
那有的人呢，他就最欣赏了极乐世界衣食自然的这一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一辈子啊，为了一家人啊，要吃啊，要穿啊，费尽了千辛万苦啊，很辛苦啊。那极乐世界啊，你吃穿都不用，你都不用自己去伤脑筋啊，他自然啊，这个就是对他而言啊，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啊。哦，所以啊，我们如果四十八愿呢，我们没有全部记起来啊，我们可以挑跟我们自己最相应的那一愿呢啊。那么也许你这一生被人骗得很厉害因为人心叵测没有办法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那你就要知道你到了极乐世界别人的心呢，整个宇宙众生心里想什么你完全都知道，所以你不会再被骗了。那这一愿呢，对你来说就是最契机的，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再来讲正行，再来讲行有正行跟住行。正行就是持名念佛，有的人就说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对了。这句话对不对呢不一定对对有些人来说是对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不对。对什么人来说是对呢对那些修养很好的人他不跟人家 争执他一天到晚念佛都不会起烦恼，人家欺负他他都能够忍耐而且他很老实该他做的事情他很认真去做。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实人呢，真的一句佛号就够了他也不用刻意去修什么住行，因为呢他已经不起烦恼了，而且他一直在修福，他不用还要修什么住行，一句佛号正行住行都具备了。但是对于还常常起烦恼的人，你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就不行因为你的佛号呢没有办法帮助你降服烦恼。如果说你临终的时候烦恼现前，那你就往生不了。我们说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你的功德功夫全部没有又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这个障碍全部都来了所以说也要修这个住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先讲正行。我们怎么来念佛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六根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念佛的时候心里只有佛号你不要再去注意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什么嗅到什么，尝到什么身体接触到什么你心里的妄念是什么这些都不要所以念佛的时候心里就是佛号，这样就对了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在这方面能够进步那这个方法呢并不是说你念得越多就越好如果你佛号念得越多你的心能够越专注专注在阿弥陀佛佛号上的时间越来越长，那这个当然好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因为他一天要念好几万声所以他很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但是念的同时呢他内心里面的妄念排山倒海一直来那这样子他是在念佛吗？他一天念十万声真的有效吗？里面有多少句佛号是真实的佛号这个要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有的人念佛念了二十年呢，该起的烦恼还是起烦恼？因为他念佛不得力啊，他念佛没有念到心里面去，念佛只是嘴巴在念啊，心里面啊没有佛，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念佛的时候起的是净念呢，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个很重要。有妄念很正常啊，不要管妄念啊，不要去跟妄念对立啊。如果你跟妄念对立呢，啊，那这个就越来越不好啊。啊，不理会妄念就好啊，回来啊，安住在佛号上啊。所以要老实念佛啊。什么叫老实念佛呢？就是除了佛号之外啊，你没有存着其他的念头，没有存着其他的想法。有的人很着急啊，啊，我要克期取证啊，啊，所以啊，他的念佛啊，掺杂着这种着急，啊，想要快一点成就的心，其实他就不老实。啊，老实念佛就是只有佛号，而且你有一分的功夫，你就安住于一分。你心里不要一直求啊，我要念得更好，你这个心就已经不老实。那么如果一分的功夫一下子跳到了十分，你也是只有老实念佛啊，不要念佛当中啊一下子境界很好，哇，你心里觉得不得了了，哇，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了，你当下这一念心就不老实啊，一下子境界很好，你还是一句佛号啊，不管这个境界，你本来境界很好啊，一下子掉得很差，你还是一句佛号。你不要因为你一下子境界掉下来啊，你心里就起懊恼，那你又不老实。所以老实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然后印光大师啊跟我们介绍十念法啊，你不要数啊一二三四啊这样的数目字啊，你心里啊知道你念到第几句啊就可以。啊，如果十句啊一下子十句太多，你就分成前五句后五句。啊，如果这样还太多，你就分成三句三句四句。啊，这个就是印祖啊他修成念佛三昧的方法。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参考。老和尚也教我们呢一天呢念九次，每次念十句佛号。啊，其实啊念佛不在于你一次念的时间很长啊，你时间很长呢，其实到后半呢 因为你的心力耗尽了，你定力还不够，你心力耗尽了啊，都是跟妄想啊在搏斗啊，都是在浪费时间啊，倒不如你把它分成两次啊或者分成三次，每一次啊念佛的时候啊都是你精神很好的状态啊来念啊，这样会更好。那么大势至菩萨也讲了，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什么叫忆佛呢？李炳南老居士啊他特别强调忆佛跟念佛不一样啊，如果忆佛就是念佛的话，那何必再讲一个忆佛呢啊。那么什么是忆佛？忆佛啊就是虽然你没有在念佛，但是你没有把念佛这件事情忘掉。他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你等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现在不能做，因为你现在要先完成某一件事情啊，才可以去做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当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把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忘掉啊，虽然你不现在没办法去做，但是你知道你一旦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你一定要去做那一件事情，因为那一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我们要用心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把念佛这桩事情忘掉，因为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虽然你在做当下的事情，你没办法去念佛，但是你心里没有把念佛这件事情忘掉，就是你有在忆佛。这样你当下这件事情做完，你一定马上接下来就会念佛。那在你做这个事情这段时间呢，你的功夫没有白费因为你没有把念佛这桩事情忘掉，它一直在你心上所以这个是李老居士他常常强调的这个也是提供大家参考。那么我们念佛的功夫就是要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佛号是我们很生疏的，我们要常念要变成很熟，妄念是我们很熟的我们要渐渐的把它生疏掉那么接着讲住行就是要断恶修善，如果我们还会起烦恼，就要努力把烦恼止住，然后又修善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足够的福德资粮我们也往生不了，我们修行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我们的恶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我们要去断。那在这边呢特别要提出来给大家参考的就是我们不要自赞毁他有的人学大乘呢他就去批评阿罗汉，有的人学的南传他就批评北传，有的人学的某一派他就批评其他派那为什么我们修行不能成就，为什么会有障碍很多的情况就在于我们这种口业障碍自己的修行。我们修什么好好修，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这样我们就不会给自己制造障碍那么 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进步我们要去检查我们可能障碍在什么地方把这个障碍去除这个断恶，然后修善呢修善呢最主要的我们就是按照净业三福这样来修行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